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每周评论。阿乐，我们上个礼拜就有热爆全港的巴士压缩事件，今个礼拜我们可以就着什么题目去讨论一下呢？相信今个礼拜仍然有另外一件热爆全城的轰动事件，就是森美小仪的驾驶堂非礼女艺人事件。讲少少关于这个节目，基本上每个星期五的时间会 post 一条问题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就鼓励网民在他们的网站投票，然后跟着礼拜五的时间会揭晓那个的投票结果。而对上个礼拜六二号 post 出来的问题，就是说你最想非礼的女艺员是哪个，引起了轩然大波。那大波是怎么样？個大波咧就係有十多個嘅婦女團體啦，去到好多唔同嘅政府部門啦，咁佢哋咧就作出投訴同埋譴責嘅，就係認為咧呢條題最想非禮的女藝人呢條題目咧，呢條選舉題目係嚴重咁樣侮辱咗女性，踐踏咗女性嘅尊嚴嘅。係啊，甚至高官咧都高調咁作出回應啦，特別係交通局局長李國章特別去信港工局表達不滿啊，直接表達呢個節目咧絕唔應該鼓吹或者煽動聽眾咧干犯非禮種刑事罪。至於平等機會委員會嘅鄧耳邦都發表聲明，呢個節目咧令到全港一半嘅人口受辱無收，我都好奇怪咯，你唔覺得？森美作為一個咁年輕人嘅節目啦，同埋一個年輕人節目咧，有咁多人聽啦，而佢又做咗十幾年，佢應該好熟一啲廣播條例嘅守則，點解會喺嗰個網站上面 post 一條咁嘅問題咧？其實亦都係正正就係反映出咧，香港可能有好多人咧都對非禮咧呢個嘅罪行性罪行嚟啦嚇，唔係咁認識，或者嗰個嚴肅嘅態度係越嚟越低嘅。係我懷疑咧，就係阿森美其實佢覺得。呢條問題佢本身覺得冇問題啊，佢先 post 出嚟，咁我就覺得好奇怪，非禮喎，點解佢覺得冇問題？會唔會係佢自己覺得冇問題，定還是佢代表一班後邊嘅年輕人都覺得，喂，其實非禮係啲好普通嘅事，會唔會係咁樣？咁其實咧有幾個可能性啦，佢 post 個即係用非禮做條題嘅主線，有可能佢真係唔知，亦都有可能咧佢係想用一啲出位啲嘅字眼啦，去吸引多啲人啦，爭取呢個嘅收聽率啊、參與率啊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咧呢、這個亦都係值得令人擔憂嘅，就係、是、其實坊間年輕人或者甚至乎一啲藝人啦嚇，好多年輕人追捧崇拜嘅藝人。他們對一些性罪行的認識可能是很膚淺或者是錯誤或者是不正確，其實這個也都反映出坊間他們對這些行為的嚴重性其實是很不認識的。是啊，我看得正正在一些報紙上面說一些特別是他放在上去網上的女藝人有些報紙訪問他的感受是怎樣的時間，他就會這樣寫，他說其實放上網都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即證明了他本身有吸引力，被非禮是等於是有吸引力，這個題目我都覺得挺有趣。那緊接著呢當件事呢引起軒然大波之後呢，最近昨天呢森美同小儀終於就著這件事情在網上發表了一個道歉聲明，雙台都道歉了樣。那跟著呢那位女歌手的時間呢跟著就表達了說，喂，受侮辱不是一件好事，受侮辱呢感到令到人感到人哋唔舒服嘅時間咧，道歉係應該，希望事件可以平息，好快咧就轉咗態啦嚇。咁其實咧喺你嘅觀感上面，同埋咧有東方報業民意調查中心入邊講咧，其實有一成九嘅人咧相信商台呢個節目純粹遊戲，無傷大雅，係可以接受。我好擔心其實會唔會喺依個一成九入邊代表咗好多年輕人其實覺得依樣嘢冇問題，同埋咧究竟非禮呢件事咧，究竟喺法律上面係點樣定義嘅？其實非禮咧，你如果睇翻香港嘅法律，你好難揾到非禮呢兩個字噶。其實正確嚟講，喺刑事法入邊咧，係會叫做猥褻侵犯。咁話明猥褻侵犯，猥褻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嚟噶，就係喺兩個人或者以上啦嚇，其中一方對另外一個作出咗一啲不情願，A 同 A 對 B 啦 ，A 就對 B 作出一啲 B 唔情願、唔接受嘅一啲猥褻侵犯嘅行為。咁其實咧喺定義猥褻呢方面咧係好。得意嘅，呢個係好值得去探討嘅，就係喺係冇明文規定咧，究竟猥褻係點樣定義嘅？咁當案件攞到去法庭嘅時候咧，其實就由陪審團去判斷，究竟一個正直嘅香港人會點樣判斷呢個係咪一個猥褻嘅行為？會唔呢個行為究竟有冇公然咁樣冒犯到通行嘅道德標準？嗱，呢一個咧就係點樣去定義猥褻啦？喺法律上。但是通行的道德標準，即是說其實如果今日的年輕人覺得這件事是猥褻的時間，如果叫做所謂叫做開放了的時間，將來今日覺得是猥褻或者非禮的東西，將來可能覺得不是的。是啊，即是說可能20年前覺得是猥褻的東西，20年後呢
未必是猥褻，但我亦都相信即係例如一些很明顯的，例如觸摸性器官啊、乳房或者陰部啊、陰莖呢啲咧，係即係相信個變化就唔會好大。但係即係例如觸摸身體其他部分呢啲咧，會唔會隨住時間變化咧？呢、這個真係會有可能㗎，唔係？係啊，聽你咁講，其實非禮個範疇咧就係相當之闊嘅，即係會唔會係而家年輕人好似森美咁樣去諗法嘅時間，其實非禮個範圍咁闊，可能係 high high 你嗰、那個pat pat 啊咁樣，其實都可能係一定係非禮嘅情況出現啦。咁但係會唔會覺得係無傷大雅或者係諸如此類咁嘅嘢嘅？咁其實呢個都係有可能嘅。二嚟亦都係即係我哋亦都缺乏咧對年輕人灌輸嗰、那個法律嘅認識啦。嚇、其實喺香港係冇一個系統去教佢哋點樣去知道咩係話性罪行啊，或者一啲侵犯人身罪啊，其實係冇嘅喎。對呢方面嘅認識咧係教呢方面嘅教導係較為貧乏嘅。所以我都好有興趣，即係知道一下，即係其實而家年輕人咧究竟係點樣睇心理呢件事情啦。咁但係坊間嘅調查上面又好少有呢方面嘅調查啦。咁睇下我哋遲啲會唔會有啲咁嘅調查可以去等其他嘅弟兄姊妹知道下個情況係點樣樣。咁另一方面咧，有趣嘅嘢咧就係、是、有個網站上面嘅 post 個網民咧，佢咁樣講法，佢話其實咧 TVB 或者 ATV 即係各大電視台嚟講咧，都有啲戲劇集入邊一啲強姦或者係非禮嘅情節上面，點解啲婦女團體咧唔就住呢啲咁嘅情況去投訴啊，去表達喂咁樣係咪侮辱咗一啲嘅婦女尊嚴？你會點睇呢件事啊？首先就係我覺得其實兩件事本質上係唔同嘅。就是商業電台呢件事件啦，同埋電視劇集入面嘅非禮啊、強姦嘅情節，本質上係有啲唔同嘅。例如電視劇集入面嘅非禮、強姦呢啲嘅情節咧，第一唔代表電視台係認同呢一啲嘅行為啦。第二佢係劇集嘅情節一部分啦。咁同埋咧，如果真係嗰個劇集入面有太多重複嘅非禮或者強暴嘅情節嘅話咧，亦都以前都唔係冇人唔去作投訴嘅，亦都係一啲人去作出投訴呢啲嘅例子出過嚟噶。咁所以咧係有啲唔同嘅。咁但係咧，商業電台駕駛堂呢次呢個節目嗰條題咧，就直頭係擺到明係用非禮做主線啦。咁而據阿森美自己嘅講法咧，就係佢哋開頭係想選出呢個最性感嘅女藝人嘅。但係咧，森美又覺得好悶呢、這個題就，咁佢就後屘改咗嚇，就想得意啲，咁就引起多啲人注意啦，或者係咁同埋咁電台嘅節目咧係會有監製噶嘛，咁其實監製咧係會知道呢件事嘅，咁而監製最後亦都係批准咗用呢一個非禮呢一個嘅字眼出街，咁其實咧亦都應該係反映出就係商台佢哋係認同咗呢一條主題嘅，呢一條嘅題目嘅。咁其實所以兩件事係唔同咯，就係一方面咧就係、是、個電台係認同咗非禮呢件事情，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電視台佢就算劇集入邊有非禮啦、強姦呢啲嘅情節出現，但係唔代表係電視台會認同啊嘛，同埋可能例如警訊呢啲嘅節目或者成珠法有陣時都會有案件重播噶嘛，咁如果佢係今次係做一啲性罪行嘅案件重播啦，或者強姦案嘅案件重播咁樣，哇咁唔通你話喂婦女團體都要作出投訴咯喎，咁如果係咁就有啲矯枉過正啦。同埋啲劇集基本上都好多時間會係將嗰啲強姦嗰啲犯啊或者嗰啲非禮犯嘅時間會成珠法有啲咁嘅判斷喺當中。咁頭先我最有趣嘅人先你想講其實森美用呢、這個因為想特別啲咧用非禮呢個咁嘅題目咁樣改做非禮有性感嗰條非禮，其實咁當中有啲咩啟示其實是令人擔心的，其實不多不少是反映出特別是森美他作為一個這麼多年輕人追捧、支持的、偶像、藝人，他用這些字眼的時候其實是反映出、潮流是對性一些性罪行或者性暴力的警覺性是越來越低的，或者亦都對性罪行、一些法律一些很基本的法律認識也都是不足夠，所以呢其實、希望我哋嘅社會真係會強化多啲有關喺兩性尊重嗰方面嘅教育啦，同埋亦都有一啲基本嘅法律認識咯，等多啲年青人咧對呢方面有個正確嘅認識，就唔會覺得呢啲係一啲兒戲啊，可以開玩笑嘅話題咯。